之前我也听这个，我觉得跟我自己的状态是有一点点像的，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太多力量的人，慢慢的在长大也好啊，去跟这个世界对抗，就整体你看他的歌词大概也是这样。对对，可能他到最后他也没有释放出来，但是他那个心已经出来了。对，我觉得要不先把力道选了吧，感觉你现在已经是队长了，是吧？胜任了，就是阿玉了。我们需要你这样的队长。OK 吗？可以，相当可以。你很专业。可以。本来就是你选的我们。啊，对吧？啊，对，阿队可以，这名可以。来了，阿队。好，现在正式成为阿队了。队长，阿队。大家选他队长还是因为他沉稳的头发，还有他说话的语气。你没有发现他特别喜欢讲那种气泡音吗？说着说着。是不是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名字跟队长很配。阿队啊，对，队长跟中心还有什么区别？队长就是领导大家来完成这个秀，中心是舞台的中心啊，他只是站在中间，这是舞台的中心，就是多两句，还有个独白加呐喊。你们想选中心位的就从主歌唱到副歌，然后我们感受一下那个，好吧？就陪你度过。很强，很强啊！方正自己拎起那一块牌子，谢谢，我觉得还蛮顺利的，然后回去睡觉 ，OK 吗 ？OK， 谢谢，辛苦了，走吧，我们，这才是我们有个性的一对啊。我的性格啊，可能在队长这个职责上，可能真的是不太搭的，那我觉得。什么都尝试一下，大不了最后可能就是被迫逃离大厂。那你们之间每天大概练多久？我们大概是6个小时，9到10个小时。正常就是12个小时，8点到10点。四点钟，2点钟开始，4个小时，现在开始，再4个小时。非常严谨的一个训练方式啊！我们公司就厉害了。我叫居家练习。在床上训练，戴着帽子在床上，这叫上网课，很辛苦的。我每天可能，我想我是礼拜一、礼拜四，然后下午4点钟去上这节课。礼拜一、礼拜四就每个礼拜2天，对，然后上到5点，四点上到五点，有点是太辛苦了，我觉得。今天超负荷了，一周工作量都做完了。有点把我榨干了。虽然青春需要一些正能量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能量有点太爆棚了。啊，得爆棚。Cool。我们一起在宿舍玩吧。培养不是，是那个大家集中的练习时间还是要有的。大家一起在一个房间会不会打架呀？唱那个会不会互相影响？啊，不会，都是一首歌。我下午有一个人下来练，然后我们回去睡觉，因为一天。哇！然后我排到晚上11点的那一场。到时候节目播出上舞台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，反正咋见过一两次呢？抓几只？抓5只，抓到了。今天我们逛三元。什么园？幼儿园老师。幼儿园学生。好的。你嗓子一天就只有那么多使用量，你使用多了就越练越废。你别再练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进度一定是 OK 的。你接着就唱下去。现实如果对你不够，别提交谈。太快了，唱快了，一到这就紧张了。人要唱的人说，你们所有人围着他，他不紧张就怪，你自然一点好不好？
我不是说给你压力，但你自己那一段你得做好，这不是你做不到的东西。是，那我随便唱就能唱出来的东西，你一到这你就形成了一个记忆，你就去紧张。那我得练呀，那我得去练，我自己去练，我得听。这是第三天了。这是第三天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个，你觉得不是大哥？咱们你一天天好好练过吗？哦，问一下。没好好练啊！上课的时候你没唱这啊？我想摔东西了，没好好练过。你摔，你出去，你出去好了。不是，主要真没好好练过呀。现在说谁的那一趴没练出来？你告诉我，除了你的第一段之外。哎，你们看你们几点来的？你管我几点来的？你练好你的。其实他上课的时候唱的还行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没事。可能还没开嗓吧。对对，你不要。刚开不开嗓没关系，他一到那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，你懂吗？一紧张，你整个人的肌肉都是紧的，你怎么去唱这里啊？你先不要给他太大压力，我觉得逼不出来。去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等会儿让他回来，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，让他好好唱一下。好点了吗？没什么问题，其实。上去吧，我们要上去好好讲。我也不是生气，我只是烦这件事情。但你们去帮他过。来，你上来。你上来。你们去帮他把整首歌过一遍。刚才你说你管我几点来的，这话你不是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，你懂吗？我现在觉得你对这舞台不认真。我怎么不认真？你就没上心啊！你舞台作为队长，你带大家练过吗？我问你。什么没练？我们刚刚不是在练，我们在干嘛？你告诉我。我们刚刚不在练，我们在干嘛？我还是说我们一定要一点准时练。他们两个吵起来了。干嘛？谁啊？马思涵跟那个阿玉啊。在哪？作为一个队长，你没有时间观念。你不带着大家练习。你这是你对得起这个吗？咋了呀？咋了呀？你们说啥呢？怎么了？还有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咱们的体系不一样，你可能是个人训练生来的，对吗？啊，我们是传统的经纪公司出来的传统的练习生，这个节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不就是说他一个人问题，可能大家多少有点问题，所以必须要一起去做这个事情。我们就你觉得呢？当然都没有问题。那现在我们就很统一嘛，我们现在就回去，我们就一遍遍的过，一遍遍的过，过到没问题为止。嗯。我同意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说太多就是大家都容易误解。机械嗓了，记一下，记一下。这个效果，这个效果没。走吧，李青。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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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方正那句话，